天堂在哪里？如果说要在地球上找到这个地方，那也许就是西藏。这里拥有延绵不断的雪山，也有辽阔无垠的草原，还有碧绿宝石般的湖泊，更有拉萨这一座具有1300多年的悠久历史古城。25岁这天，我想变成西藏蓝天下一朵忽明忽暗的云，想穿过318国道的风，看经幡浮动，佛塔林立。那些迎面吹来的告诉我，我的信仰应该是天地、自由和爱。我将跟随戴德房车西行记的队伍，踏上一生必去的西藏之旅。从小在江南长大的女孩，看惯了婉约的山水，对于这一次的西藏之旅，我更是充满了期待。而这一次戴德房车将有6款车型跟着我们一起向西出发，不管是对于我还是对于戴德房车，都是一次考验和挑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坚持出发，一直到达心中的那个天堂圣地。戴德房车西行记，我们川剧在成都邂逅，做一场大梦，向西藏进发。这次我们从成都出发，沿着318国道一路向西。西藏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平均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世界屋脊的美称之下，更是地形复杂多样，景象万千，经常会有一山见四季、10里不同天的自然奇观。一路向西的路上，每天海拔落差最高会有2000多米，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我现在开的戴德房车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这台戴德E2 Pro Max 呢，在动力上面还是非常亮眼的账面参数的，3.0T 的柴油发动机，8AT 的变速箱，最大马力180匹，最大扭矩是430牛米。大家都知道，川藏线上其实有很多的盘山公路的，像崎岖的爬坡、折多山、天路18弯，这一台车动力上面是完全够的，能够让你轻松驾驶一路向西。从成都到禹城雅安，穿过曾经川藏线上的第一道咽喉险关后，地形地貌就开始完全不一样了。语文书中写的飞夺泸定，就发生在我们的必经之地泸定县。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折多山垭口，说实话挺冷的，而且说话开始有点喘了哈。这里呢海拔是4300米，它是川藏线第一个需要翻越的高山垭口，所以被称为康巴第一关。折多山可以说是汉藏文化的分界线，在这里可以看到文化交融的建筑。过了折多山就真正进入藏区了。如果天气好的话，在折多山上回头一看，就能理解为什么叫折多。也有人打趣说，康定没有情歌，只有上坡。临近雨季，这一路一直在下雨，对于车辆的轮胎抓地力来说，路湿一滑很容易发生事故。不过对于我们的车来说，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前面的新都桥据说是摄影师的天堂，可惜啊，天公不作美，也只能留下遗憾了。接下来我们要向世界高城理塘进发了。
心中都有一个花海，我也不例外。这次西藏之行让我最期待的就是这片被称为中国六大草原之一的毛亚大草原。此刻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所看到的美景。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曾经说过，如果一件事情过于美好，那它一定不属于人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比如面对生活和人性，而这句话我也不赞同，比如此时此刻面对如此美景。又称高原上的一对明珠，两个近圆形的湖面犹如碧玉般牵手在这个高原上，美轮美奂，阳光洒下来，波光粼粼，真的不虚此行，川藏线你真的必须来。看一下我现在达到了多少，哎，90，看来我这个身体素质还是非常不错的。我本以为啊，我来到这个现在海拔是4300了，我以为我觉得是吧，可能快要不行了。还不错啊，脉搏现在是117，可能心跳跳得有点快。现在我们在巴塘做进一步的检查，确保我们的房车以最佳状态进入西藏。这里就是金沙江，桥对面是西藏，桥这边是四川。刚准备入藏，迎接我们的就是川藏线上的鬼门关，炮弹坑无数的海通沟，下面是滚滚河流，旁边是突兀的山体，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开始紧张起来。这个坡，就这个坡，我们爬了将近2个小时，真的是尘土飞扬，曲曲折折，惊心动魄。不管是开车的人还是坐车的，都是啊，哎呀，怎么回事啊？就快喷脏字了，真的真的。所以，川藏线真的不好走呀。我现在终于到达东大山了，我已经不要什么风度了，你看我穿的已经开始乱穿了，现在外面的温度只有2度，而且这里的海拔是5100米，也是川藏线上第一高的高山垭口，所以确实大家都很不容易。你看到我后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啊，就是雪山，这里呢是登山爱好者的天地，同时呢也被称为生命禁区，不光是因为它的海拔，还有它路途的崎岖，在此打卡也是挑战了我的一个极限了。哎，为大家，为我自己点赞吧。我们已经到达怒江72拐，我现在感觉我像一个现场记者，你知道吗？这被称为人类公路史上的奇迹，318线上最艰险的一段，而且作为川藏南线的必经之路，对于很多骑手包括车手来说啊，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呢，正是因为它的险。你看，下面的山路由多个之字串联起来，是不是像匍匐在山脉间缠绕的巨龙一样呢？由于进藏的方向是走下坡的怒江72拐，会从4000多海拔的高度走12公里降到3000多海拔，
每年从这路过的行人无不对这条路发出荡气回肠的惊叹，这也是在考验这台戴德依图 Pro Max 房车最极限的状态。这台车呢，其实是采埃孚的变速箱，那么我们在下陡坡的时候是完全可以利用发动机制动降档来下坡的，那这个时候呢，对于发动机还有刹车片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而且它们的热量不会太高。这台车呢是带有自动空气悬挂的，非常的流畅智能。比如说我在左拐弯的时候呢，它会给左侧打气，反方向的放气，那么始终保持车辆的一个平衡水平。同时呢，它每200毫秒就会自动检测，所以我开起这台车来是非常的舒服的。再说说这台车给我的一个滤震感受，比如说我在遇到减速带或者是大坑的时候呢，整个车减震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刚刚遇到的那段烂路啊，它的气囊和空气悬挂都在起一个作用，所以我不会感觉哎太颠簸，整个的舒适度还是非常不错的。终于走完72拐，我们来到了怒江大桥。在这里每一辆车路过都会鸣笛致敬，为了致敬先辈们的艰苦付出，永不拆除的桥墩是见证，我们也会永远铭记。怒江，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性格狂暴，水流似万马奔腾。而我的头顶上是陡峭的山体，如果说在空中看尤为壮观，路上还有从上面掉下来的石头，要穿过这种绝壁长廊可谓是惊险无比呀。行程已过半，虽然不知道看到这期视频会带给你们怎样的感受，但这次西行记让我真真切切明白了，人生啊，就像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永远没有回流。趁着年轻，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怕山水迢迢，路遥遥。下一集的西行记，我们会迎来哪些挑战呢？会顺利到达拉萨吗？让我们一起期待后面的故事吧。嘘，快点化雪。擦玻璃，擦呀擦玻璃。那么现在我们还在四川。哦，先让我喝口茶压压惊。郑中在马鞍山。啊。这边才是说。地震。然后现在走吗？没地震，今天几级的？现在呢，我在酒店的门口蹲人，慢点，老人家。昨晚一晚耳鸣，高反。又逮到一个。头有点晕，这边有点疼。我们团队就我的状态最好。啊，我感觉我快不行了，搞得我双下巴都出来了，紧张死我了。我们把精彩的部分留到后面。